OK，好，各位，你好，我是班代向大伙。哎，你好，你好，待会要麻烦你哦，选一个或者您指定一位跟您配合的小老师。哦，可以，可以，班代就可以的啦，嘿，啊，班代我觉就可得以。我一个人负责太多，我受不了。哦，可以，你们如同果学推举一位就我自可己以工作也很了。哎，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哈，你们等一下，我们今天下课以前推举一下就可以了哈。那我想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哈，欢迎大家来选修我们的这个课程哈。那我们这个课程啊，哈，可能各位有没有选过我的课程的同学？哦，在这边没有了哈。那我先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讲义哈，以及这个里面的应该注意的事项，我全部都有放在 Flip Class 上面的哈，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我们的课程啊哈，因为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我们的课程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哈，那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实作哈，来帮助大家那个找到一些自己的健康的问题哈。那等一下开始讲的时候，我会先把这学期我们用的这个参考书哈给各位看一下哈。那这个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啦哈。那这个我是复健科医师啦哈，复健科哈老年医学跟医用超音波的医师。那我们这个内容啊哈，比较着重于这个临床哈，实际的这个层面去出发。那我先介绍一下哈，复健科在做什么事情哈。复健科啊哈，我们的英文的全名哈叫做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哈。那我们这个学期的哈，运动与健康就是在 Physical Medicine 里面五大学门其中一个。那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Medicine 叫物理医学，物理医学我们是利用什么呢？利用光、声、热、电跟力这五种物理的因子，哈，最常用的物理因子，我们来做疾病的，啊，或者是状况的诊断跟治疗，好，那光大家应该有听过，照 X 光啊，照电脑断层啊，照核磁共振等等，好，这个是光能啦，好。那声能大家应该有听过，哎，做什么超音波，好，超音波的，好，然后热能，好，我们利用这个热来去帮病人做检查，好，比如说有病人会眩晕，那我们知道，哎，眩晕，有人常说，哎，眩晕或者是疼痛是跟什么天气有关系，透风、落雨、风台梯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气温、气压、温度的改变，好，这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测试，哈，叫做 caloric test，卡路里克氏测验，哈，就是在你的耳朵灌这个，哈，冷水或热水，哈，然后让中耳看看会不会有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类的，我们是用热能，再来就是利用电能做诊断，好，诊断，好，比如说大家在医院，哈，或者听过这个做神经传导、做肌电图，哈，做这个诱发电位等等，哈，这是电能。但是最后一个是我们这学期好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利用力学来做疾病的诊断跟治疗，好，力学来做疾病的诊断跟治疗，好，那当中我们也会回答好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好，一些迷思，好，比如说我20几年前刚到嘉义长庚服务的时候，好，这个看门诊就跟病人说，哎，阿弟这爱做运动，做运动，好，阿来看好健康爱做运动。就病人怎么说？病人跟我讲，医生，我做隆啊，吼，做40档啊，你莫跟我讲我无运动，啊，我说做隆做40周、40年了，你不要说我没有运动，啊，但是今天活动、劳动跟运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会在这个会跟大家讲，好，然后另外大家有常见的一些迷思，啊，比如说肥胖，运动能不能减肥？啊，运动能不能减肥？好，或者是什么？我焦虑，睡不着，能不能减肥？我糖尿病、高血压要怎么运动？我肾脏病要怎么运动？或者是大家常常看到说，哎，有猝死症，好，比如说去跑马拉松产生猝死，哇，我怎么知道能不能预防或者是注意？好，这个我们是用力学好来去做这个疾病的诊断
那这个是物理医学的诊断的部分嘛，治疗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名称叫物理治疗嘛，对不对？好，我们利用光能、声能、热能、电能、力学等等，好，来去做疾病的治疗。好，在这里啊，好，等一下也会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体能活动，这个我们叫做 physical activity。好，好 ，physical 体能活动或体力活动，它有一些定义。好，体能活动、体力活动有一些定义。好，比如说有人说，哎，老师，我听说一个说法，说人家说，哎，躺着、吃着、坐着、喝水也会胖，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好，这个迷思，好，大家如果有听过，好，那我们也会来跟各位讲体能活动、体力活动。那体能活动、体力活动，哎，大家请问你现在坐着是不是体力活动？是哦，好，体力活动，然后消耗的热能、消耗的能量多少？好，你大家常常看到，哎，我们做一个登山步道，或者是做一个这个去做一些旅行，你会看到，哎，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消耗多少大卡，消耗多少热量？那这个怎么计算？好，我们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也会跟各位介绍。好，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好，运动，我们等一下会有讲义给各位在 free class 上面。好，运动啊，运动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诊断？好，在运动当中怎么知道有问题？好，比如说你运动强度，好，运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练撇撇串会觉得很喘，会觉得很喘，这个是正常的呢，还是不正常的？好，有的人喘一喘，哇，喘不过气来，或者是喘一喘黑咕，哈，气喘发作，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好，这个是运动测试。好，那。这个我们在这一学期的课程里面，好，我们这个学期我总共连我哈有五位，我会请到五位老师好来跟各位好带这个课程。那其中好有几堂就是实作，好实作，所谓的实作就是我们选修的同学啊，哈，每一位好都要做一些自己的运动测试。我们利用6分钟的时间，好，然后请你去走路去步行，我们再观察你这6分钟运动当中发生什么状况。好，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试着告诉各位说，哎，你的身体状况哪里好有问题，我们要那个好。那另外我的课室里面也会好有一些这个自我评估的量表，好，有没有够健康，好，或者是看看自己身体的状况，等一下我们会讲好。然后再来我们会介绍一些好常见疾病的治疗，好，比如说大家长者很多越来越关心的，就是说像长辈有关节炎能不能运动，那要怎么运动，好，要运动的时候要怎么样注意什么，然后或者是什么骨质疏松，好，骨质疏松的这一个患者可不可以运动，要做什么类型的运动，好，那我们的常见的好有26种疾病跟状况，好，我们会挑一些重点来跟各位讲一下，哎，这一类的情形要怎么去做，好，比如说你们之前的学长姐有人说，哎，我心脏开过刀装支架，那我要运动，我要注意什么？好，或者是你们有同学说，哎，我是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者，那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需要注意什么？那甚至也有我们同学哈，你们的学长姐，哎，来打巴豆，好，孕妇，哎，我孕妇的时候，我运动需要注意什么？好，那这些东西我们会挑一些这个来跟各位讲。好，所以在各位的这一个这一学期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有几堂的实作，好，各位可以看我们的那个课表上面，好。我们会找到这个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好，我们嘉义长庚的物理治疗的组长，好，来给各位带，好，每一位同学要做这个运动，自己的运动测试。那另外怎么样去做体能的体能的自我的训练，好，我给各位也邀请到我们长庚运动团队，好，再带我们这个奥运的选手，好的，这个运动防护师，好，苏文江苏老师来，好，也各位，好，就是一对一，好，带各位，好，就是做你个人化的这个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锻炼体能，好，体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会请我们的这个以前我们的国手，好，现在是这个体力健身教练，好，那有一位李丽嘉李老师，好，来给各位带各位，好，做这些体能的活动，所以各位在看那个课表上面。好，哦，那几堂老师的课程，请各位啊，哦，要穿轻便的这个衣服，好，哦，过来，我们要做训练。好，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完要怎么吃，好，哦，运动前后要怎么吃才健康。好，哦，我有请到
这个国内非常知名的营养学博士啊，雷小玲雷博士啊，是名师，大家如果常常啊报章杂志啊哈、啊、电视网络啊哈、啊、上面可以看到他啊，常常在代课啊，所以他来也是开这个，我们没有机会邀请他来开营养课啦哈、啊，但是运动营养好、啊、运动前运动后的营养应该要注意什么哈、啊，我有请他带一堂课哈、啊，就是4个小时哈、啊，那以前在疫情之前哈、啊，那个雷博士甚至还就是带实作啊，就是各位啊哈，在现场我们如何去调配啊自己吃的啊，怎么样吃的比较健康啊，这是运动的治疗啊。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学期的课程的内容啦哈。那再来我介绍一下那个教科书啦哈，这个等我一下。哎，对不起，放这里。哎，我看一下这样。拍得起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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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回去回一下，好。哎，这个，好，这个是我们这一学期会用到的教科书，好，那当然不是请各位要都要买了，好，这个是参考，好，在我们市总图或者是学校图书馆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哈、哦。但是我想我还是需要跟各位讲一下哈、哦，就是我们在这个各位如果再来的话，应该可能会选到我的其他的课程哈、哦，比如说像辅具哈、哦，或者是这个无障碍环境等等的课程哈、哦。那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些这个运动治疗的观念哈。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复健科里面最常用到的这个教科书，叫做运动治疗学啊。那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测试啦、运动处方啦，好，在这其中里面哈，只是两个章节哈，大家可以有兴趣也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来翻阅一下，看看内容是什么。好，那其实我们这一学期啊哈，请大家可以买的哈的教科书或准备的教科书是这一本哈。这本哈，因为我是在美国完成我的运动医学的训练哈，所以我们是用这本这个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哈的运动测试以及运动处方的这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啊哈，现在已经出到第11版哈，那不过它现在只有英文版哈，2022年的英文版。如果各位在阅读上面比较辛苦一点哈的话，好，可以买这个哈，这个是我们国内好有老师把它翻译好成为这个运动测试以及运动处方的第10版，好，这个是中文版。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南华大学自然疗愈研究所的选修我这一堂课的同学也都是买这一本。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你们小老师啊好可以去跟这个出版商去看一下。但是看这个东西啊好，大家上课啊好，我们同学就说啊，那个徐医师啊，哈，这上课都不点名，我回家自己念。结果回去以后2个礼拜，就赶快又来上课。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说老师这本书我买了，看起来很有学问，每一个字都中文，但是合起来我就看不懂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跟一些专有观念，哈，可能在课堂上面，哈，大家看完以后再看这本，哈，会比较难，哈。大家不要看这个小小一本，哈，这里面含金量非常高，哈，在念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每一个字都要念很多遍，哈，就是这样，哈。那当然这个是英文的，好，我们会在英文的这个专有名词上面会给各位介绍一下，好，大家就是看这个运动跟运动相关的文章，好，以及期刊的时候，欸，会比较有概念，好。那这一本这个东西有没有它的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都有所谓的这个资源手册，好，这个是它的资源手册，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你的看的这个专有名词要是看不懂，哦，它里面有解释有介绍，哦，怎么操作，哦，这里面，哦，这个叫 resource manual，哦，资源手册。那我们这个运动测试跟运动处方刚刚那一本，哦，只是我们叫手册。那它其实它的完整版应该是这一本，哦，应该是这一本，哦，就是运动测试及运动处方，哦，那这个东西是运动测试及运动处方的手册，哦，的手册而已啦，哦，那这个是才是真正全版的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啊，哦，我们在实作上面啊，哦，会给各位介绍怎么去操作，哦，怎么去操作，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哦，ACSM 的我们的 fitness，哦，体适能的这个介绍，这个里面
我也是拿中文版给各位看，这个比较容易看啊。不过因为台湾的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比较少哈，这个都是中国的翻译的哈，中国的同事翻译的哈。那另外在我们这一学期，我们会有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会教各位哈，自己，好自己就一对一对哈，就带各位同学自己帮自己测试身体的成分啊，身体的成分。所以我们在下一堂课哈，我们确认大家选退休的同学决定之后哈，每一位同学哈都有机会量测自己的身体哈，包括你身体的这一个脂肪哈、体脂率哈、你的这个身体密度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哈的这个身体的评估哈。那这个东西它也有中文的教科书，就是美国的运动医学会的这个手册。那我们刚刚讲的运动测试跟运动处方嘛哈，那这个东西呀、哈，运动处方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观念。有人说哇，这个这么复杂啊、我要上什么啊、那其实我大概从2016年开始哈、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政府哈、每一年都有办这个课程，而这个课程是给什么？给我们的医师啊，以及医事人员啊，你相关的医事人员去上，上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叫运动及良药啊，运动就是良药，这个叫 Exercise is Medicine。我们就是用这一本这个东西啊，所以各位看了不要觉得很恍然呐哈，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或者是我们同学不清楚，其实非这个我们相关科的医师好，还有非相关科的医事人员啊，他其实观念也不太够，所以这个。2015年开始，今年第七年、第八年，哈、我每年都在新北市政府帮这些医师人员、医师上这个课，哈、就是运动测试以及运动处方的课程。那我是负责骨关节炎哈、以及骨质疏松的课程，我们就是用这一本哈、作为一个标准教材。好，那各位既然是高福系啦哈、那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好、来介绍这个这两本，这是分别是英文跟中文哈、就是我们。高龄哈，65岁以上的长辈，好、运动应该注意什么？哈、这个也有人国内的台湾的老师把它翻成这一本，就是所谓的银发族哈、银发族的运动的指引。好、那各位有兴趣，等一下也可以来翻一下。好、那另外哈、在于一些刚刚讲过啊、特殊疾病的人群哈、比如说你有慢性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啦哈、或者是新版的，我们有讲到一些啊、比如说脑部。相关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巴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过自闭啊、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等等啊、这些脑行为的啊、有异常的这些人群啊、这些情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啊、这里有一本，这个也是美国运动医学会出的这个我们特殊族群的这个运动处方啊、也有人把它翻成中文啊、所以有各位有兴趣的话啊、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好，好，到这边我们就是把常用的教科书。讲完了哈，就是这个哈，这个请各位哈也可以哈，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来看看哈，你们可以买哈。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的讲义已经这一学期的所有的讲义已经上传在 FreeClass 上面了哈，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下载哈，看一下那个 PPT 哈。那经过我们上课的讲解，应该哦也可以听得懂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考试考哪里？哦，讲到哦对，好讲到重点。考试啊，哈，我们不考试啦，哈，不考试，哈，我们在这个学期呀，哈，只要请大家交两份报告。那个 free class 上面，我们等一下要上机给各位看一下了，哈，就是我们呢，哈，已经放在那个 free class 上面给各位作业的部分，我已经开放了，哈，就是有两份的这个报告，一份是期中报告。好，一份是这个学期的报告。好，那期中报告的话，哈，就是请各位，根据自己的这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体能健康体能的状态，好，我会请其他的老师来带各位好去做测试，好，比如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然后你的体脂肪，好，这些东西你来可以去来去做测试。好，那同学会说，哎，老师。这个我要做，这个很简单啊。那外面那个做那个 fitness 哈、就是运动中心都有在帮人家做体脂检测，体脂检测做一次多少钱？1500块啊。好，你如果不想学这个，哎，你去做可以，好，花1500块把自己的体脂，好，我告诉各位，这个做了以后，你们上我的课完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做还不对，
好，不对，好，体脂肪，你说，哎，奇怪，我觉得我的脂肪率很高，为什么测起来比较低？或者我觉得比较低，为什么测起来比较多？它有没有误差？误差在哪里？好，有没有测错？好，我们自己，好，我们在这一堂课会教各位，好，怎么样去计算？好，怎么样去计算？好，那另外的话，我们期末的报告，好，期末报告，各位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等一下把它调出来给各位讲一下。好，那期末大家只要交得出这个报告，学期中不来上课没关系，好，但是学期的这个报告你就会知道啊，哈，其实当中哦有很多知识啊要做，好，我给各位来看一下，好。哎，哦，好，不用不用，这个，我把它。